阿姨是一个人完成它，请看示范。哦，先剪。哦，先剪菜。你刚刚那个，我们这一道菜其实是很多禁忌的。禁忌啊？禁忌什么禁忌？不管你是做生意还是给自己家人吃，卫生条件一定要守好。你这个菜油啊，就是青叶啊，对不对？已经算是生食的条件了。那如果在生食的条件当中，你又没有掌控好，那你再去弄那些啊生鲜的东西，很容易就走样嘞。哦。这个叶子是可以拿到里面去补水分的。哦。加在里面。对。还不会太干。先把不会污染的先做。哦，原来要整个都要下去。哎。味超香，变成丁，超厉害。哦，对，要先吸水。这个刚刚小老师教的很好。哎，我也吸哈。嗯，谢谢你的鼓励。这水分吸干是要给它扳鼻的。对了，没错。哦，这个文琪做的很好。这个文琪做的还不错。对。我爸以前。在怕金骂哎，多少都有学到他的手劲儿。所以真的是打铁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怕金，是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其实要做干净点，嗯，不干净。哦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哇，很快又煮，你看。它那个在煎蛋，它的调味只要一点盐就可以了。对，加一点盐。可以加胡椒吗？不要，这样子抓一下，简单的一点点玉米淀粉。哦，先切半。后来我们这是赖妈妈第一次来啊。第一次哦，真的，嗯，还有节目播得够久哎，我活得够久，我还有节目播得够久，没有，你也活得很久，我活得够久，可见民以食为天，而且陈哥的手上都是十年以上，好强，嗯，哦，真的吗？是，我60岁的时候再来看，加油哦，为什么蛋里面要加一点油？加热油，我们刚才的在锅油就不用加，我们刚没用到蛋薄哦，我们刚也没有用到蛋煎蛋，就不会变荷包蛋。哇，嗯，好漂亮，它就变蛋皮了，对，它就变蛋皮。我刚才没有煎到蛋皮，没有，你用了这个，我们煎的是变蛋饼呐，怎么会来的蛋皮啊？好，炸了，不用这个。虾米？玉琪，没洗啊？直接这样子哦，嗯，不用煎的这样，其实这样最快。你敢？我本来想问，这个有没有想压力？有逻辑的，会有力，这样最快哎。你懂逻辑就好了。就一下子就熟，而且清脆。为什么要把它盖起来？有水啊。哦。别别别别别！哇！均匀嘛。太厉害了！因为以后蛋这里面再加一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原本缸里面没有。没有，可是要热锅呢。哎。啊，那个回锅油吗？油条，油条，哦，分开炒。油温不要高温下，高温下的话，油条会有蜂巢状，会焦黑哦。对，那你看丢下去，刚刚很多水汽，现在没有了嘛，那就等于就是说，我们把水分把水去油给炸掉了，炸掉，整个炸掉，变得更松脆。炸掉它。哇。哎，这学起来哈，按那点火啊哈，油温是对，它就不会吃油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葱花，哦，姜末一点点，片汤的最后，蒜末进来，全部都洗，还有放蒜，我加之前没，都用不到一汤匙哎，不用了，姜跟蒜都不用汤匙哦，不用，薄薄的油，而且没有什么油，薄薄的油就好了。对，那接着下来了，再一起炒，对，一起炒。加热压一压，它就散了。对，那现在调一点点味道啊，盐巴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个盐巴进来，洋葱甜度就会拉高。
胡椒粉现在放，这个时候生菜进来，哦，对，补水，它的补水，对，也是。你们那时候，放到我们老公，不在这边，没啊，我错了，你说好了，弟弟要有。 我家好漂亮哦！哇，这个正在炒饭，好好吃，真的，这个如果用来配一碗饭，哇！天哪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odness！ 好想来个小当家的配乐，直接插起来，看到很让人家惊艳的东西，生菜沙中完成。 哇，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刚刚今天的最后一道生菜虾松，请。首先品尝，就是各位做的生菜虾松。哇塞，有那个油条，而且它包的那个刚刚好，太厉害了。今天有超屁股，这个。来，谢谢。哇，嗯，幸福。 我妈很爱吃这一道，很爱。嗯，今天对，那虾子非常好。好了，虾子好鲜甜哦。虾子，嗯。你们刚拿两票，嗯，薛之这边的来。我们的内容不好看。我们内容有沧桑的岁月，沧桑是吃的出来有丰富的情感，丰富的情感，所以上面还有爱。你要看味道，还有层次的菜哦，什么都有。 我们要先包好，等下大家比较好。可以哦。我们都已经放置了，大家可以自己来取用。哈哈哈哈哈！修多米啊！就是，哎，它没有蛋皮。有，我们有放蒜。嗯，我喜欢自己的味道。嗯，蛮好吃的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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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管剩，发卷纤维哦，身在家中或正式，一、二、三举牌。